三 Z 户型 Chestinia 三 Z 户型，1934尺，3房2.5卫，这是他们这边最大的一个户型，902000。它是一个角落的位置，三和三 Z 都是一个角落的位置。那它就有一侧就没有邻居，那这一侧就会没有邻居。然后它的门是开在侧边，车库是从一边进去，然后正门是从另外一边进去。像这个户型采光就会比较好，然后私密性也会比较好一些，视野会开阔一些。好，进门，右手边就是起居空间，客厅，开放式的岛台，餐厅，厨房。然后车库就是从这边进来，车库，车库还挺宽的，是岛台、厨房。然后它这个户型和其他户型不一样，就是和一和二户型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它的侧一边会没有邻居，就是这一面，我们现在看到正对着我们这一面，就是小区里面的马路。然后它这个侧院也会比较宽一些。去二楼看一下，上来会有一个小的书房的区域，叫 tech area。我们左拐，到底是一个客位，我们一会儿再看。我们先去右手边的主卧看一下，主卧，这个户型的衣帽间是放在外边。我们现在去卫生间，这个主卫是带浴缸，和一号户型一样。双台盆。这户型因为是角落位，所以它采光就会非常好，它就会多两扇窗在角落的地方。我们去客卧。小小的客卧，衣帽间，洗衣房，客卫，你去第二个客卧，和第一个客卧是并排的，一墙之隔。两个客卧都很标准，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。那这个户型是它这边最大的户型，它就多一个上面一个 tech area， 然后它的院子也会大一些。好，现在那这个就是3房2.5卫三 Z 户型，1934尺，902000块起。